那些游戏中的迷惑行为，在游戏中总是存在那么一些真实又懊恼的事情。一，当队友被击倒时，他的反应是这样的：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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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救我！救救我！别救我！救救我！不要救我！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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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我！而你的反应是这样的。二，当你准备舔包时，队友的速度往往会超出你的想象力，比如这样的。我来，靠哪个空？三，当你在游戏中遇见人机的时候，就算再狗的玩家也会冲上去抢走你的人机。四，当你和兄弟玩游戏的时候，走路是这样的。当你和妹子玩游戏的时候，就变成了这样。请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